如果要放三張相上 IG 形容 GT Program 嘅話咧，咁我會放呢三張嘅。第一張。 咁呢個 GT Program 咧，我覺得最大嘅得著咧就係認識咗唔同嘅人啦，擴闊咗人際網絡嘅。咁包括認識咗 mobile 嘅同事啦 ，sales、 marketing、 pre-sales 同 engineering 嘅同事嘅。咁第二張相咧，我就會放呢張嘅。咁我而家做緊 product marketing 嘅工作啦，咁好榮幸地有份參與全港第一個嘅 cyber combat 嘅。咁成個 event 咧，由零開始籌辦，直至到成功完成咧，成件事真係非常有滿足感㗎。 至於第三張相咧，我就會用呢一張嘅。咁公司全面幫助 GT 成長啦，成日都會俾機會我哋去試唔同嘅嘢。咁特別我記得 supervisor 有同我講話啊，唔好俾個框框框死自己啦，可以發揮下唔同嘅範疇啦。除咗工作之外咧，我都有機會參與 annual dinner 其中一 part 嘅表演嘅。咁喺呢個幾千人嘅 event 上面，同啲同事一齊跳舞咧，大家好齊心協力咁完成呢個表演，成個感覺真係非常之正㗎。